面对登不了的高山，征服不了的巨人，我们的心很轻易地被恐惧、担忧、害怕占据。我们的信心将从何而来？有人说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靠自己最好。事实上，人所拥有的能力、智慧、时间、情感都是有限的。我们很容易就被环境打倒，对自己灰心失望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自艰辛倚靠上帝。
这无比坚定的相信，是因为亚伯拉罕明白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叫死人复活，是无变有的独一真神。无论环境如何危险艰难，上帝都保守他十分平安。信心能够让我们对有限夸胜，超越自然，突破自我，凭信触摸到永恒。圣经中记载了许多凭信而活、靠信得胜的例子。人的眼目看到是身量高大的巨人，信心让人看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人的眼目看到是害人的狮子，信心让人看到拯救但以理的天使。人的眼目看到是自己的过犯，信心让人看到耶稣的救赎保险。上帝的作为奇妙可畏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让我们用信心来启动神的大能，怀着感谢赞美的心来信靠他，献上我们的生命，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Oh
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。罗马书3:23-25。